乡亲啊，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曾淼宏詹教授哈，电机博士啊。今仔日来遮吼，我请到我的好朋友，我台北市司法改革党台北市诶副主委，来，靠诶，来，你甲咱乡亲请安，自我介绍一下。哎，德拉，大家好，大家午安。今天很荣幸跟曾博士来录影。我们今天大概所要谈的是台湾修法人和诈骗罪有什么利益的联络啊？为什么我们台湾简称为诈骗岛？诈骗岛啊，总统带头骗当的嘛，诈骗岛，总统带头诈骗，总统这个诈骗学术诈骗系的班啊，他带出来的行政团队。没有诈骗的理论基础的话，他们也干不下去，也活不下去。像我这个正派的人哦，是无可能扛这个哦诈骗人士哦到顶的。来啊，和咱今仔日哦，咱看的哦，他有一些警政背景啊，用他的分析哈、哦，和咱乡亲大家教我知识。来看的。其实啊，我们就重下重点啊，这个我们读书也读过了，就是。现在我们国家为什么变得这么乱、这么糟？诈骗一大案子一大堆呢？首先应该讲，我们应该要用乱世用重点。但是呢，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哪一科系是最红的呢？是台大法律系吗？台大医学系吗？博士，你说说看。我跟你讲啊，现在目前看起来哦，改成法律系真红，但是我讲你听啦，律师越多的地方哦，那个地方的法治越烂。越糟糕，那个法治越是乱来的地方呢，律师才会越多，法匠啊、哦，一堆人就出来了。这是我的看法。来，过。刚刚博士所说的真的是这样子，我没有深入的去了解，律师越多地方就是他律师是打官司赚钱的嘛，那他背后的撑资，我们就是有很多的问题，他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啊，也不是以行公益啊。像我个人实例的案子，我。为了征求公益师，问了我十几个好朋友，没一个人要。我说奇怪，你们学法律是在干什么的呢？就是为了要赚钱吗？啊，这没办法，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今天在讲说，为什么我们的诈欺犯那么多？问题出在哪里呢？博士，你想想看嘛，我们是出在哪里？我都有讲啊，啊，总统带头骗啊，当然是嘛，诈骗之岛啊，对不？啊，诈骗，改成你有吼锦囊妙计哦。啊，你有锦囊妙计，你嘛讲来，给咱乡亲啊听一下吼。锦囊妙计是不管的，是因为三月十五号去参加这个刘检察官的司改会，那我是有跟他建议来，为什么我们诈骗犯那么多，警方又那么辛苦，一直抓啊，重点是什么？没有罪嘛，关不到一天啊，为什么没有关呢？这是修法的问题的。就修法是法律人，法律人跟商业人是有什么的犯罪的联系呢？首先，我现在举一个实例，就是我们这组织犯罪加上我们的诈欺罪，那相对的组织犯罪，它是一个集团的组织啊，跟那诈欺罪，那它会被它所这个法律所吸引过去，变成用诈欺罪来起诉，另外一个轻的被重的给吸收了，那假如说就变成。组织犯罪是三年以下，但变这个加重诈欺罪是七年以下，就被加重诈欺罪给吸收掉了，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刑法的想象竞合犯给吸收掉了，所以它变轻了。那相对的，法官在审理的时候，他会考量嫌可悯恕，嫌可悯恕说啊，这会原谅的，这可能呐、啊、会原谅，那就是说，就算变成两个吸收以后，就变成判六个月，就判停六个月。就变成六个月，是不是差很多？这次就是受到、六个月还缓刑一颗罚金，啊，多边乖。博士所言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说警察做阿要死，两阿要死，两阿要死，啊，两阿艰苦了，做歹的啊！像我们常常在家里接到诈欺犯的电话，为什么？啊，警察，我一直在还、啊、警察，你这法制是干比我喜乐制还差，对不对？比我还差，我还知道说，问题出在哪里？我会从点下去严格，你法律一改掉就好了啊。是不是？啊，你警政署都不敢讲话，这个是对你们的帮助啊，对不对？加重提醒啊，对啊，你们要去建议啊，不建议，人家不会理你们的、啊，你们做死活该嘛，对不对？就像现在的一些警察，什么动不动就基层的兄弟们都动不动就被死掉啊，警政署长在干什么？没有啊，好关我自己啊，对不对？就像日本人研究台湾的时候，惊死。
爱做官，爱钱惊死，愿做官啦。博主讲的愿做官，啊，我是讲爱做官啦。因做官，做官有警察保护啊，对不对？啊，逐工量量像海海啊，对不对？量啊，啊，责任啊，等于那嘛，伊从尾啊，甲比如你可如你可，安尼就解决啦。啊，从出代志出代志，下骹伫海关啊，甲伊无关的啊，是这样子的、啊。其实我的感觉啦，小弟吼是法律的门外汉呐。啊，我看法吼。现在台湾是诈骗之岛，我的看法，我提供一个意见给咱乡亲看卖啦。只要是诈骗抓到，就学新加坡，把新加坡那个印度阿三哦，来学新加坡怎么样？吞口供卡称啦，哦，你这个诈骗哦，诈骗一个人，诈骗两个人，这边鞭刑十下、二十下，啊，供好你哦，他好你哦，卡称乱去，叫印度阿三来执法。我感觉吼，这不叫治乱世用重点，这不是，我绝不认为我们现在是乱世啊。但是吼，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哦，找对的人，对的人，印度阿三哦，对的时间你换法，你换了诈欺罪，让数百个家庭吼全部都完蛋，那很简单呐、啊，两个共发生啊，鞭刑，我们也不要缓刑，也不要什么都不要，鞭刑。那讲一遍以后吼，看你敢不敢后摆搁去骗？因为这种诈欺犯，他会变成惯犯。像咱这蔡英文总统啊，蔡英文啊，什么小总统诈骗？他骗一年、两年、三年，骗到现在四十年，还变本加厉，把一个假的破除彭文正啊弄啊呢。所以说诈骗，他只有靠诈骗才能够继续过。你还讲卡称啦？阿公哦，叫印度阿三来执法啦，示范给恁看啦。啊了以后，我看你敢不敢去骗？雄心看完了啊，可以。刚刚我们曾博士所言真是啊，因为我们现任的总统是一个不用不合法的手段取得的总统的这个职位嘛，就是诈骗总统嘛。他、说养一下堆的诈骗硕士啊、博士的，说我们的教育失败了，我们教育出问题了。认真读书的用三十分的来领导90分。难怪嘛，而且还干掉90分的，而且用非法 的手段把他弄成通缉犯，把他弄成、黑名单啊，这不是啊，两个共产党共的事啊，我讲你听啊，这个就是牵扯到就是法律有法律面，博士讲的是实务面，但在实务面上，像新加坡边锤边打有没有效果？确实是发生的效果，对，因为他打屁股会痛啊，打到屁股开花很痛啊，一定是有效的，啊，花生这个有效。那我们的台湾的现在的制度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就要讲人权嘛，要讲人权。但是人权要我们要尊重人权，爱护人权，但是不能就像我们这个诈骗总统所说的，什么搞同性恋啊，像我师父就说这个乱七八糟嘛，什么搞个同性恋啊，什么男不男，女不女，不男不女，要怎么称呼？整个部的民法都要改变啊，所以说，啊，这个真是骗的太厉害。我对哈、同性婚姻哈、我的看法是哈、不要白纸黑字啦。你哈、我们小辉哈、知道有这件事情，因为哈、据我所知道的哈、有关哈、男孩子有女性倾向，女孩子有男性倾向，他们是在基因的成长过程里面可能有某种东西失去了应有的路径啊，我们认同这个啊，你们就反正我小辉啊，不给你看这个啊，你就继续这样点点啊走啊，大家都没意见啊，你如果把它白纸黑字写上去的话，写入法律里面不通啦，不好啦，我的看法是这样啦，来，其实这个 也是吵了很久，在宗教界里面也是吵了很久，不管在宗教面吵了很久，而且在那个年代的父母亲都是大概都是反对啦，啊，但是没办法，政府就是这样乱干瞎干啊，他一切什么治国理念啊，什么不会治国嘛，用三十分去领导九十分的，啊，就是啊，真是我们知识分子很感叹啊，怎么会有这种总统呢？真的是。啊，总统的诈骗惯犯，你个啊！我嘛歪科台大以前，我嘛歪读台大华西，我看我要去看台大诈骗系，你知道吗？诈骗系哦，我成立一个诈骗系，系主任叫做蔡英文呐。
那蔡英文就是诈骗系的主任，系主任呐、啊，系主任，因为他、哎、因为他功夫很厉害，骗了八年还想骗呢、啊，他是持续犯诈骗网，反正我随便讲就应该十几条网民，所以他接下来他一定会绕跑的啊。我们博士也有分析人过，他一定会绕跑的啊。说我们全国人民要动起来，不然他下台就绕跑了，520以前就绕跑了，很可能合理化也很有可能绕跑，不然他不可能乖乖在这边台湾受到法律的制裁。好，所以讲哦，咱台湾变成诈骗之岛 ，because 是因为哈、哦，啊，恁的带头的，恁的带头的，就是诈骗犯嘛。啊，所以讲我即马来讲哈、哦，来啦，咱乡亲已经知影，阮今仔日讲的主题，诈骗在台湾，伊是用理论依据哦，讲吼、哦，哒，啊，小弟是讲吼，就简单嘞，变形，总统骗40档，或者变形40个，讲个死。我讲给你听啊，来，给你一分钟做结论，你的理论吼，一分钟做结论。理论这个问题就是要修法，就是修改咱五十三条、55条，想象竞合甲数罪并罚。咱即卖这就十几条、三十几条，在华人实务界上无罪，安尼乌龙蛇都蛇就无罪，无罪合理哦，法律是安尼合理哦，啊，这是法律的问题。啊，咱即卖我个人的看法是要把这两条想象竞合犯跟想象竞合跟数罪并罚把它取消，才一罪一罚哦，一条强奸一条，杀人一条，强奸杀人两条做处理，安尼相对的。这个对我们改善我们警察的辛苦程度、治安呢、啊，应该会比较好，而且对整个国家的提升度会比较提高。像宪法规定我们免于恐惧的自由，我每天都很惊啊，每天怕用诈骗啊，手机嘛诈骗啊，家的电话嘛诈骗啊。啊，活在恐惧当中啊！啊，咱政府怎么成立国家队，拢往骗人的啊！啊，国家本来就是诈骗啊！你破除讲的实在啊，国家本来就诈骗啊！总统才在骗你，对吧？我现在想起来，我在读研究所，我老师讲得出啊，这个新闻啊，叫你去台北，你就要去高雄，你不要跑去高雄啊！你叫你去台北，你就不要去，你就要去高雄；叫你去高雄，你就不要去，你就是反方向的思考，这样子你才会对，不然你听政府的，你温戏啊！因为这是诈骗岛所产生的诈骗集团的一种共犯结构。继续，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警察很辛苦啊，对不对？啊，那像蔡英文他也很辛苦啊，他喝红酒也很辛苦啊，对不对？他喝红酒很辛苦啊，对不对？啊，他宠爱啊，唐凤也很辛苦啊。对啊，宠爱唐啊，唐凤有问题哦，来我们就一定会提告他的哦。伊看几条，一条一条算哦，准备包括款款的啦。但是我想伊嘛是绕跑啦，拢绕跑啦。现在这个教育部长朱俊章啊，还有一位、那個、已经绕跑啊，已经绕跑。李艳仪绕跑啊，李艳仪嘛绕跑，为什么呢？因为是公务员啊，伊是教育部的，啊才调去外交部，才调去外交部，啊就去外国走，一惊证据去取得嘛。所以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只要外交部在一个命令叫你从温哥华朱进章你给我回来，叫你从比利时李艳仪你给我回来，你就给他回来，吼、哦，啊，无你退伍金退休金拢无，我讲你听。希望能这样落实啊，才有办法抓到凶啊，不然他不回来怎么办？哎，这帮忙假博士真骗子哈、哦，上欺下瞒，诈骗全国了，啊，把彭文正假牌的彭文正博士哈、哦，全给变成哈、哦。通缉犯黑名单呢、啊？我要所有的恶官一二三，稍等的哦，好来。恶官一二三，我这本书好像很有名，但是我好像没看过啊。啊，但是那些犯罪的，我们确实还是要，我们既然已经司法改革了，我们就知道啊，实施依法，交由法律来审判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的、啊，还给人民一个这个公开的这种资讯啊。我跟你讲哦。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有读过？哎，蔡文，你有没有读过中国书？这是中国书写的，所以说啦，哦，喝大卖照啦，我讲你啊，博士讲啊，铿锵有声啊，正经啊，丹田有力啦、啊，哦，嗯、那我像我们蔡阿阿啊，文章给他练，就都练错啊，对不对？即讲博士，即拍死我都无要相信啊，对不对？伊博士，恁爸啊两个哈佛博士啊，
对不对？因为高盘啊，啊有权利啊，利用权利来保护伊的吹牛啊，啊这这种的啊，对不对？讲伊做了偌好，拄偌好，做八年来要创啥小乌白母啊，母啊咱真举债啊，债留子孙啊，对不对？啊但是人伊就通算选举啊，伊有基本盘四成。四成伊就调啊，像即届选举毋是多四成，伊个盘袂走，为啥物袂走？伊个教育扎根袂走，啊！你国民党笨蛋啊！我嘛是国民党出身，但是我感觉即个不动，无前途，无啊！少年人住遐无前途啦，爱留遐专宫廷政治啊，无效啊，无爱唔敢改革，唔敢做，对不对？这都无落后啊！我讲错一句话，但是一定会是，就是说他会被丢入历史的这个掩埋中，因为他。不求上进嘛，被丢入历史的灰烬。咱今仔日吼，靠讲到这来，我尾啊讲20秒钟，蔡英文，吼、哦，你诈骗台湾40年，很简单，我们哦，台湾哦实施鞭刑，只要是诈骗犯，因为这个诈骗犯整个诈骗的风气是你敢掠起来，你骗了台湾40年，鞭刑40下，请新加坡的印度阿三来执法哦，让中国人民哦大快人心，安尼敢对？安尼是正讲对的啊！安尼拍火啊！拍火啊！但是40下太少了，太少哦！太少！诈骗40年，打40下，人可以讲太少哦。啊，互咱乡亲，阮两个讲的对唔对？互咱乡亲家己参考。哦 ，OK，OK，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谢谢。